还是我没有，是我的。我这个美颜还不错。有美颜哦？有啊，它有自动美颜。姿势不太好。有啊，那这样。你要戳破？怎么可能啊？法国蓝带，法国蓝带。完蛋了，他是破了，他说如果蛋白没有滴入蛋黄，请告知店员。有啦，可以。我要去告知店员，不行，不行吗？行，第一颗就不是吗？他破掉了，对，他破了。他那边不好意思，就哦，我们那个做，然后他滴进去了，一点点。那你把它拿那个汤匙，对，把它捞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刚刚在做蛋炒饭。MSG 下去。做蛋炒饭。欸，不行，我要再试一颗。好，再试一颗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颗。都破掉了。没有。我刚刚想说这颗，这颗没有过的话，我今年就不要交男朋友。今年快结束了，还好，可以啦，稳的啦，今年能交到男朋友啦，男朋友可以过圣诞节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对啦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是哦，哦是哦，哦是哦。干。然后葡萄籽油放进去，葡萄油。对啊，等下你们要吃，中午吃什么？海鲜。螃蟹。人家是很爱吃螃蟹啊。因为我爸很喜欢吃海鲜啊。你姐会看到吗？会啊。你爸会看到啊？不会啦。你妈会看吗？有可能。就这个人啊。刮啦，刮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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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然后我就说，吃完今天没有的，他回家帮他妈妈修 WiFi， 然后我妈就说，哇，希望好乖哦，好孝顺哦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对啊，他跟你一样巨蟹座，你们都最棒了。哎呀，偷瞄我。你妈怎么回应？就最棒了。没有，我妈就不讲话。然后知道我在呛他，哎、欸，他藕包真的很重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他干嘛？我刚刚说女就最棒了，然后就这样，人家怎么拍的？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我靠，这样应该可以。我要用的，好，应该可以。是烤那酒吗？那怎么有点像巨型花龟？好歪啊！他这里缺了一角。刚下去的时候不是还蛮平的吗？怎么出来之后这么歪？差不多。
多的怎么办？就是一直叠上去啊，要么就美观一下。我觉得他已经多到可以直接把整个全部游遍嘞。那我觉得可以啊。小汉堡在摇晃。好邪啊！这是怎样受伤？是不是？谁拯救他？不要笑，等一下。你好车祸、哦。对。我觉得不错啊，在巷子里面看起来很不错啊，可以啦，我觉得很棒啊。棒！冰冻草。这个真的变布朗尼嘞，我好像有点做不太下去。我觉得。不难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不难的，超硬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上面有加 Oreo 真的是天才之举，它就是增加了一个丰富度。没有，我们就切一半。你先切一半啊，要这样切还是这样切？这样切，因为珍珠可以分一半。就等一下这翻车，搞不好等一下这就翻车。没关系，我做记录。丢回去。好丑哦！哎、欸，你看我被掉下来啊，我超懂的。